第十七题，小兰家的冷气机使用220伏特的电源，电功率为2500瓦。若此冷气的专用电表在8月1日和3日的读数分别为09190与09240，单位为度，试问3天内此冷气机约运转了多少个小时？首先我们看到呢，我们的度数是9240减掉9190，也就是有50度，它消耗电是50度。我们看到我们的电功率呢是2500瓦，所以就是 2.5 千瓦，也就是正常使用一个小时用 2.5 度电。一个小时用 2.5 度电，不知道用了几个小时会变成50度电，不知道几个小时就是50除以 2.5， 就是25/500，也就是20，也就是它用了20个钟头。所以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试问3天内此冷气机约运转了多少小时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20。